OK， 玩到 Morning Call 时间，好，那今天呢继续玩，玩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，好。那关于第二章的部分呢，发现它其实是有两段故事，所以我们现在呢走另外一条故事路线，这样。好，哦，它这一第二章的这个记忆回溯能的这个真的复杂很多，这样。进化社会，可是你们看起来好可怕，你们还是坏人吧。哦，这就直接来这个吧，烘焙师死因爆炸 ，OK， 开始模拟，撒一口，这个表现，离家出走的线索，哦，他好模糊，嗯，我不能点，等一下，锁住了，看要有东西去勾他，把他勾出来吗？绿色方块，哦，哇，这个人应该很痛苦吧？看起来特别的磁铁，哦，有，要钥匙，热钥匙，哦，得到几封信，自带一张机票、那个好，这个方块吧，最后中夹一张计算纸，三个颜色，红蓝绿，好，知道，闹钟也不乱，我现在害怕闹钟，你知道这故事还搞人的哦吼，有红蓝绿哦，红蓝绿，好像红盆专门学校都很紧张哦。尤其是哦，这是快多了，你懂了他的那个，他这个人物看那么可怕，离家出走的原因继续。哎，罗莱吧。The key， 等一下，哦，有密码，好，不要吵醒他，哦，泡女人什么时候在房间放这种话？这么写段话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而是靠神口里所说出的每一句话。在哪听过这段话吗？不知道耶。P， 奇怪，难道这个不是要找马太福音吧？好哦，等我翻一下。如果他这是靠圣经的话，这太难了。等我上网搜寻一下。对，好在这个的圣经，马太福音，然后人活着。马太福音44，好，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四段吗？所以是这样吗？不是，不是啊，那是什么？怎么这么难懂？好了，还是先乖乖先打开那个呢，因为我应该就是这个意思啊。
然后这个熊熊到底是什么东西？哎，剪刀！等一下，马萨卡，什么？日记钥匙？什么？哎，那误会吗？哦，take a 日记。女儿的日记哦，对，没有拿到啊，可恶！行李箱到底什么？哎呀，我确定那个就是那一天提示，可是我看不懂啊。难道马太福音其实是第几章啊？它是什么什么四四吗？是这样吗？哦，好吧，不是基督徒，不会不懂这个。嗯，诶，烘焙学校它就变得好正常，校园生活。Take the key。等一下，等于是，我刚开什么东西？加蛋等于等一下，这是什么状况？得到的面粉，应该是要做一个蛋糕吗？量杯。行，装满水，然后倒进去吗？倒，变成了面团。啊，外面的广播车好吵吵啊！还没啊啊啊！突然得到海豹碎片，哦，所以有两颗蛋，好，什么都没有，哦呦呦呦呦呦，开窗户有这么，看射力有这么大哦，哦呦呦呦呦呦。是这样吗？好，I take 了面包，so。东西都打到，好吧，这些东西代表什么呢？哎，Hello，你愿意上什么东西啊？没有东西吗？啊，陷入瓶颈，让我想看。这是牛角面包的意思吧？牛角面包等于五？是吗？不是。
不对啊，这配料上面写任何东西都没有出在这里面，这应该这个数字吧？哦，袋鼠，等一下，嗯，我得吹电扇，我现在好热，我懂，我懂啊，袋鼠是不是？袋鼠的话就是说，哎呀，这拉好拉不动啊，面粉加蛋等于四。所以，然后面粉加两个蛋等于五，所以面粉应该是三吧？嗯，对，面粉是三，所以蛋是一哦，三一，所以，哎，等一下，牛角面包是答案的。牛角面包是四，牛角面包是五，马芬糕是四，OK。牛角马芬糕是四五，得到女儿的照片，好，还是，唉，好管想太多了吗？哎，真是。太自以为是，烘焙的基因，糟糕！小小烘焙师与他两位助手，果果跟猫猫。新型模具，我看一下。哎，还包了一角。哎，得到钥匙，好，take the key 哦，花梅花模具，好，看来少一个长方形的模具，去哪里找呢？我藏在马芬糕后面吗？还藏在马克杯后面？哦，不是。吃饭啊，原来，哦，吃货，好，我挺能吃的嘛，哼哼哼，怕了吧？诶，窗户可以干涉，所以，哦，嗨，烘焙名人海报，诶。哦，我第一次拿到隐藏要素，哇，太感动了！不对啊，所以，嘿，等一下，这有什么提示？是这样吗？好像也不是，我要看这个，不是，我想想看，怎么去？哦，是这样吗？哦，笑死我！手哪来的？好，发现入侵，
决赛入选照片。原来如此，你是厉害的人吗？好可爱，分道扬镳。这小时候的他呢？怎么那么多酒？等一下。资料说啊，这是他的爸爸吗？本来应该是一个很厉害烘焙师，可是一直喝酒就变废人了这样。这到底什么东西？我盆栽在那里，满水，然后 whisky 没有酒啊，酒太多了吧。哦，点灯顺序。这张什么？好。求爱。这张是？太多久了吧？哦，1978，吓死我！我不是故意的。先等一下，等个几秒钟，等几秒钟啊！如果等他那个惊醒值先干涉值拿掉，1978。吧，是吗？我玩错了，不是这个。1978，对啊，莫非不是这个？还说那个面包名人，打这水要到哪里去？这里吗？说起来，这到底什么呢？这时候偷偷藏起来，新人长，秦昊爱护他，他是无辜的。里面有什么？等一下，我好害怕，有什么东西？有一张纸。好，然后1846是不是？这是1846吗？贵死1846。1978，先打数字是对的啊。想想哦，对，而且还有重点是这个水道要到哪里？谢谢阿姨，阿姨，对，手上的盆水该倒在哪里？如果到女儿头上会放，不是？这张到底什么东西？1978是什么？
我高打错吗？没有一九。是不是？不是。哦，头痛，等一下。1816，哦，1865，嗯。没有什么东西没看到哦，难道什么东西摆在前脚，让我没看到吗？没有啊，1978，哦，卡关了，就差这一块，一定是这个东西。就说这一张东西，可是艾玛纽埃尔，这么可爱的孩子，然后该怎么办呢？束手无策。你看，还是我该拿着去点闹钟。失败啊，就不对啊，奇怪了。我弄了2杯装满水，然后怎么样？他说应该装酒啊，他说应该装酒，是要装酒吗？不是诶，奇怪。还是要打光。都要打爆了才可以吗？等一下，等一下。现在就很难懂他的明白。1978到底是？应该说，所以呢，1978，难道我要再做数学游戏吗？他是无辜的。不客气。哦，这就是浇水用处，原来如此。哦，所以浇水这件事情就已经搞定了。现在我也搞不懂，就只有那个而已嘛。
我也搞不懂，就是这个密码锁到底要打什么密码，所以，1978，然后，我总是这么难、啊、好了，我把所有数字你招到1846。1816，1866，还有一个1978，1978，然后该做什么？目前我得到三组数字，然后呢？这张到底什么？我觉得这张指定有什么意义啊？这会有什么东西吗？没有哎、欸。这个圣光的脸到底怎么回事？注意力开始涣散，好吧，那什么都弄一次吗？一、八、一、六，好，不是，不是，六，不是，九、七。不是，是啊，好难啊！不是，不是啊。1978，这个真我真的卡住，真不懂它什么东西。我漏了什么吗？而且口好渴，糟糕，没有弄点水什么的。等一下，1978，1978。我是只能去找攻略，是不是？好不好找一下攻略？等我一下、欸，哦，搞好痛苦的，我这太难懂了。
我就走这搞不懂，其他都无所谓，就这个才是。就这个到底是什么？哇，别人起铺好轻松。等一下，找到了，可是为什么？等一下，我，手机掉，手机掉，哦，差点摔坏，没事，手机还很好。1846。哦，可是他没有任何提示。好吧，他的提示就是用1978减，对，减这幅画完成时间，所以是。所以就是1978减1846，所以是132。我是看到攻略，救命！这太难了，都怎么那么难？你这好吧，不过说来简单也简单了，可是我真的没想到，我一直以为它会有个什么很有逻辑，像刚刚面包房那样子，就没有。好吧。为什么弄得一副工程师才看得懂的东西？又行，离婚协，离婚协议书，分道扬镳。随着这件事情，让女儿坏掉吗？太太，抱歉，这是我们能读取最后一段记忆了。太太，原来自从和先生离婚后，小女儿突然一改怀念小时候的时光。才踏上和他一样的职业，即使有多次阻挡他，他仍然努力走到现在这个半拯救。若当年没有把离婚的事求到女儿身上，也许他今天还会活着。钟太太在家吗？已经连续6个月的定信长没有回应了呢。钟太太，上次记好像有点问题，我们需要确认你最近您的状况如何？您还好吗？只是邻居出现。哎呦，您那间检所的救援吗？是的，怎么了吗？张太太已经不住在这里了。自从你们诊所离开后，每天精神恍惚啊，每天晚上又哭又笑，搞得睡不好，谢天谢地，她终于搬走了。你知道她去哪了吗？谁知道啊？才问你们诊所在做什么吧。我们只帮张太太做记忆模拟，露出奇妙的表情。真做什么？也许也是有吧。张太太究竟怎么了呢？笑。骨灰耶！等一下，什么状况？刚什么？结局二，花半小时。荒废名人海报很容易找到了，所以有64%玩家有弄到这样子。好吧。OK，好，那第二章也算是搞定了，真的是有够难的，这是为什么这么难呢？然后我顺便不小心看到了一下另外那个孔雀头那一边，对，就那个孔雀，就是之前那个还钱的还债少女的故事啊。那边我不小心看到攻略，够难的，是什么？这是工程师在玩的游戏吗？好了，那我们这一关，这个第二章这边呢，两个故事完成了，也算结束了。好，那么剩下最后一章，看来一看热血的故事吧，希望啊。好，那我们之后再说了。OK，那么模拟开有时间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